吃了，罗欣欣，走了。他怎么了？觉得红包好像也放弃了吧？我看他这两天挺沮丧的。嗯。出什么事了？没事。那你干嘛这两天老躲我？我没躲着你啊。我就是觉得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你都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。反正哄你也哄不好了，那就这么算了吧。你要想分手，我也没问题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分手了？你的态度就是要分手的态度。我从来都没有分手的念头，你也不要有。我前段时间是有点生气，但是现在气早消了呀。那你干嘛还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啊？难得有人愿意对我鞍前马后，我乐于享受。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。是不是如果我不放弃，你就打算一直恶整下去？原来你是故意的。胆子越来越肥了啊。还生气啊？生气，要不是我机智，现在还被你吃得死死的。到底是谁把谁吃得死死的？不是你先撒谎呀？你看出来了。月底的生理期，月中痛。那我也是没招了，谁让你不理我？现在咱俩算是扯平了，谁也不许再生气。鉴于你违约在先，你继续留校查看。